받아! 快 点！ 快点！白叔，好，站住！不许动！正三炮，蝴蝶米，你们两个要想活命的话，赶快把枪给我放下！你才要把枪放下，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他！你敢吗？你如果打死他，你们俩谁都别想活！哼，不，在这儿谁都活不了。放下！放下！把枪放下！都给我放下！Thank you.
那怎么办？来不及了，如果再不把旗插上，我们的炮弹落在敌人的化学弹药库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武艺掩护我，往那边打。徐振义，刘毅不在，交给你了。前沿阵地是，喂，司令员命令，调整炮位，打他的前沿阵地，预备。
你们俩谁都别想活！粮车到哪儿去？参谋长，大势已去了，我们躲过这一劫。到时候重整人马，再也共军决一死战呢。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，没有这个机会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守在这儿呢？参谋长，你看，能跑的大家都跑了，共军来了，我们再跑可就来不及了。 每一个角落，不要放走任何一个敌人。是。交枪不杀！交枪不杀！